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，我是爱你们的迷妹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整个人都变透明的科幻片《透明人二》。一个盛大的派对上，博士正在到处搞破坏，突然他好像被一股神秘的未知力量袭击，一路拖到了卫生间挨打。男人的声音响起，问他缓冲剂在哪儿，眼看自己就要狗带，博士只好说出东西在保险柜里，没有人能拿到，而能够制作缓冲剂的也只有麦吉博士。 男人得到了消息，本想放他一马，没想到博士还想通风报信，直接来了个割喉杀，血溅到了他的脸上。原来他是个透明人，上头派弗兰克和女同事去保护麦吉。当晚，女同事守在麦吉家门口，看到了一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猫，就放进人家家里。估计是怕透明人没办法进去，所以故意给他开门。其实你是卧底吧？你说实话。透明人进入房子后，首先就干掉了这个女同事。 弗兰克听到对讲机里嘈杂的声响，意识到了大事不妙，立刻冲进麦吉的房子。透明人逼问麦吉缓冲剂在哪，儿，同时威廉带着一支军队冲了进来，对着房间里一顿扫射，但还是被透明人跑掉了。弗兰克赶紧带着麦吉跑，透明人就紧跟在后面追。他们带着主角光环的跑过了车流，透明人却很倒霉的被撞飞了，全身的组织都显现了出来。他赶紧跑回家注射了仅剩不多的缓冲剂。 身体又逐渐透明。另一边，弗兰克带着麦吉回到警局，却被上头告知要将他关起来，还让弗兰克不要再插手这件事。心高气傲的弗兰克自然不同意，带着麦吉跑了。他们就这样成了通缉犯。麦吉也告诉了弗兰克真相：五年前，科学家们破译了人体透明分子的基因编码，但同一天晚上，两位主要人员就被谋杀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一年后，威廉就接手了这个项目。 目的是为了研发重击的国家安全武器，一个透明的军人。但是透明结构代码有一个缺陷，会破坏细胞的结构，只能用缓冲剂续命。至于透明人为什么袭击他们，他也不知道。在命运的指引下，他们见到了二号透明人。原来透明人一共有三个，一号八天前已经死了，二号如今身患癌症，全身溃烂，害怕灯光，命不久矣。三号则是如今在追杀他们的那个。 原来透明人项目从来就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安全，而是威廉用来除掉正值对手的武器。而当任务完成后，透明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并且他们的存在对威廉来说也是个威胁。他们不会再得到缓冲剂，因为知道太多的人都必须死。得知真相的两人立刻离开这里。麦吉准备去报社揭发这一切，透明人却绑架了他的妹妹，威胁麦吉去车站见面，将他拖进了一个女装店，要给他注射透明药剂。幸好弗兰克及时阻止。 但麦吉还是被透明人带走了。此时是通缉犯身份的弗兰克也被赶到的威廉逼入了绝境，只好给自己注射透明人留下的透明药剂，让自己也变成了透明人，袭击了威廉。威廉在大马路上频频后退，想借机逃跑，结果被车流撞死。另一边的透明人逼麦吉制作出了缓冲液，还要他先注射试毒，随后就要杀人灭口。 所幸已经透明的弗兰克及时赶到，将他扔下了大楼。但是透明人却没有死，于是两人在雨中展开大战。此时透明人却突然现形，原来麦吉给他注射的是灭鼠药，但这无疑将自己也置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弗兰克一铲干掉了透明人，麦吉在抢救下也活了过来。他知道弗兰克一定会来找自己，因为他今后也必须依靠缓冲剂生活了。 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惩恶扬善哦。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，让迷妹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。下期见啦！